希诺宁武器推荐，首推一定是专武严峰寻歌，奥城特效可以给全队增伤，没有专武的可以先用万叶的专武仓谷自由之势，为全队提供攻击力和下落增伤。开一后，希诺宁可以触发两次结晶反应，西风剑可以提供大招充能，让队伍干起架来变得无缝丝滑。祭礼剑同样是提供充能效率，缓解充能压力，推和渡手封单钓鱼就能获得的武器，提供高额的充能效率，缺充能的配对带上。最后还可以考虑飞天御剑，增加移动速度，在大世界探索的时候可以带上。